好，大家好。上次课呀，我们谈到了这个英军焚毁圆明园的这种史学界的一种传统的观点啊，那么大概介绍了五种。那么我谈到呢，英军在焚毁圆明园的时候，他们自己呢是有自己的一个说法的啊，或者叫做有自供啊。那么下边呢，我是想讲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我认为啊，英法侵略者啊，他们的自供是最真实的啊。就是我们看一看呢，英法侵略者他们是怎么样谈论这些问题的。那么前面我曾经讲到啊，我们国家史学界围绕着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都存在着不同的失误或者错误之处。那么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啊，那么我认为啊，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的自己的回忆，他们的自供啊，可以说是最真实可信的。那么我们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有必要啊，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对于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啊，英军打到北京之后，焚毁圆明园的一些简单的历史过程。就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那么在1860年9月底，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打到了北京。那么咸丰皇帝带着一些王公大臣逃往了现在的这个承德的这个避暑山庄啊，当时叫做热河，逃到了这个热河的避暑山庄。那么这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同英法联军进行议和。那么英法联军就要求清政府必须要立即释放在9月中旬和清政府谈判的时候被清政府所扣留的英法议和代表，还有一部分战俘。那么当时恭亲王奕欣是要求英法联军你先退到天津那么后来英国人不答应，就是说那你要退到这个通州那么然后中外议和之后清政府在释放被俘的这个英法议和代表和他的这个战俘。那么这个谈判一直没有能够取得成果那么到了10月6号和7号英法联军就开始抢劫圆明园像圆明园清漪园那么这个清漪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颐和园是吧，而且焚烧了一部分建筑。那么到了10月8号奕欣被英法联军的这种野蛮的劫掠行为所震慑是吧，那么就屈服于英法的压力，在10月8号派人把这个英军的英法的战俘像巴夏里等人那么就送回到了德胜门外的英军的这个营地当时英军呢是宿营在这个德胜门外是吧，那么就派人把巴西里这些战俘这被俘虏者呢送到那个英军军营这是10月8号。那么10月12号英法联军就凭借着他们劫掠圆明园的这种余威，那么再次威胁这个恭亲王奕欣是吧，就要求清政府必须在13号开放安定门由英法联军去把守安定门等于就是要占领了北京说否则的话英军就要开炮要炮轰北京的皇宫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奕欣就写信给英国的代表葛罗那么奕欣就质问葛罗说你这个法国的士兵对于皇帝的避暑行宫仍似焚掠，其故何为说你为什么要焚毁这个皇帝的这个行宫是吧，他就讲说法兰西亦文明之大国也，你法兰西你是文明国其军事饱经训练已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你这个国家法兰西你是个西方的文明大国，你的军队也是训练有素的不是乌合之众是吧，你为什么要劫掠这个清朝皇帝的行宫呢
还质问葛罗说，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你为什么不制止？那么这个奕欣虽然对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况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些不满但是不得不屈服于英法侵略者那么在10月13号正式开放了安定门英法联军那么这样就占领了北京那么本来这个事情也就应该逐渐的告一段落是吧，逐渐趋向缓和。那么但是到了10月17号英国的首席代表额尔金就说清政府是不讲道义，违反国际法说清政府把被捕获的部分英法侨民虐待致死，那么就以这个为口实召会清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些条件或者提出一些要求那么这些要求都是清政府必须无条件接受的。那么他所提出来的条件大概主要是这么三点第一点，他说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行而死之地也说英法的一些被俘者是在圆明园被虐待致死了说因此呢，这英军呢势必毁为平地，要把圆明园毁为平地说这一条无论恭亲王奕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说毕军统帅所以决定即将执行也就是要焚毁圆明园，烧毁圆明园，无论你奕欣清政府是不是同意，我都要执行，就是表明一定要焚毁圆明园，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求清政府对英赔款30万两白银作为呢这些被虐待致死的战俘的一个抚恤金对英赔款30万两，这是第二条。那么第三条要求清政府必须派遣官员护送这个被清政府虐待致死的英法战俘者的尸体，把他护送到天津，而且由清政府出钱出款，要在这个天津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碑上要写清楚是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了英法战俘，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进行赔偿，把这些东西都要写在这纪念碑上，借此呢要折辱清政府。那么额尔金给恭亲王奕欣的召回当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那么后来额尔金提出来要建立纪念碑折辱清政府这个主张那么后来呢没有被这个执行，是吧？那么但是额尔金在10月18号19号命令英军把北京西北郊的五原三山或者说以五原三山为代表的一大片皇家园林给予了焚毁。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五原三山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五原是指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漪园那么这是五园。那么这五园当中讲到圆明园实际上是包括三个园子，一个是圆明园，一个呢叫做启春园启春园，那么在同治的时候呢启春园呢改成叫做晋春园就是圆明园、启春园还有长春园这个三个园子。那么这是圆明园是吧，包括这三个园子畅春园，那么畅春园呢现在已经毁掉了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北京大学的西面北京大学西面这个地方呢这个大概就属于那个畅春园的这个位置那么清漪园就是后来的颐和园静明园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玉泉山公园就是这个颐和园的西边玉泉山公园，静明园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香山公园香山公园这是五园。三山是指的呢颐和园就当时叫这清漪园，清漪园的万寿山玉泉山还有香山那么是五园三山，就是把这一大片皇家园林化为灰烬。那么这是这个额尔金呢那么先是向
恭亲王奕欣啊提出了各种啊这种要求，主要是三点啊，下令要焚毁圆明园。那么额尔金在给清政府的召回当中，他是讲啊，说是由于清政府在圆明园内把英法的战俘、把英法的侨民虐待致死了，因此要焚毁圆明园啊，这是额尔金的一个说法。那么我认为额尔金的这个说法仅仅是讲出了他焚毁圆明园的一个借口，而不是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啊，是借口而不是原因。那么英军为什么焚毁圆明园啊？我们看一看英国人他们自己是怎么讲的啊，事后他们有个回忆是吧，也写了一些文字的东西。那么当时参与焚毁圆明园的英国皇家炮队的队长啊，他是这样讲啊，他说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啊，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后边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才成啊，要留下一些报复的痕迹，说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稍微平地啊。这是英国的皇家炮队队长讲到他为什么要焚毁圆明园，是吧，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才成啊。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啊，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他讲，他说呀，彻底的平毁圆明园是吧，不但可以留一不易泯灭永远保存在人们脑海的痕迹，以表示对清帝的责罚，而且还可以证明什么呢，还可以证明联军已经旗开得胜，耀武扬威的占据了北京，是吧。他说如果不焚毁圆明园的话啊，说否则清史政府很容易否认这件事实啊。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这个英国人还担心啊，担心什么呢，说如果不对清政府进行这种严厉的打击啊，那么北京使馆将来拘留的人员地位就很危险，积极的可怕了。那么英军的另外一个翻译官他也这样讲啊，他说圆明园呢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啊，破坏这个地方啊，对于他的郊居和情感两方面准定是一个大打击，绝没有错。那么这是当时一部分英法侵略者是吧，他们事后的这回忆当中谈到的，他们为什么啊，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要焚毁圆明园。那么10月19号啊，额尔金向法国的首席代表葛罗解释他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啊。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要多说一句，就是当时的法国代表葛罗不同意额尔金火烧圆明园，是吧，他们当时是个同盟者，所以说额尔金就要向葛罗去解释我为什么要坚持要火烧圆明园啊。那么葛罗在解释的时候他讲到了啊，他不是这个额尔金在向葛罗解释的时候他讲到这么一个问题，说如果英军不焚毁圆明园，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办法来代替火烧圆明园啊，以示对清帝的惩罚啊。他说不火烧圆明园是吧，来对清帝进行惩罚可以有三个办法啊，提了三个办法啊。提了这三个办法之后，额尔金就又一一的给予了否定啊，给予了否认啊，或者给予了否定啊。他说大概有这么三个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向清朝皇帝索取巨额的赔款啊。那额尔金说这样这个办法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说采取这个办法等于是用钱财去换取英法人的这种生命啊，以钱财换取这个英法人的啊这种牺牲，以人命为牺牲啊。他说况且呢，说这种赔偿啊，人命的赔偿是吧，那么再加上清政府要向英法联军支付战争赔款啊，这个赔款的数字很大啊，清政府恐怕很难承担，所以说这个办法索取赔款的办法啊不可行啊。
他说第二个办法就是要求清政府交出并且严惩啊虐待英法战俘的这个凶犯。啊，鄂尔金说这个办法也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如果英国和法国方面不明确指出来谁是凶手，是吧？那么清政府就会避重就轻，就会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士啊交出来，是吧？他说如果英法人、英国人、法国人啊明确指出来虐待英法战俘的首要的这个责任人，他说你比如说指出是森格林沁啊，说清政府呢就不会答应，是吧？他说况且呢这个虐待英法战俘，是吧，这个责任应该由清政府来负责，是吧，不能够归咎于个人，是吧？因此这个额尔金说这个第二个办法也不好啊。那么他讲第三个办法呢，就是彻底的焚毁在北京的皇宫还有其他一些建筑。额尔金说这个办法也不行。为什么不行？他说采取这个办法就会使北京城内的清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因为受到惊吓都逃走了。那么这样英国人和法国人就没有一个谈判的代表，就没有办法同清政府签订条约，是吧？额尔金说这三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办啊？那么最后决定只有是火烧圆明园。那么为此，那么他就派人在圆明园附近张贴告示啊，讲清楚他为了惩罚清帝啊，决定要火烧圆明园。那么这是额尔金啊，他在给葛罗的这个信当中解释他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的这个原因啊。应该说额尔金给葛罗的这个信当中的这种解释最真实的反映了英国人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的啊一种最主要的原因。那么通过以上这些史料，是吧？当然还有很多史料，因为这时间关系啊，我在这儿我们没有办法，那就是把它这个详细的啊都一一的介绍啊。我想通过以上这些史料，是吧？特别是英国人自己的自供，我想我们可以十分明确的啊来断言。啊，都是一个结论，啊，就是英军焚毁圆明园，最终的最根本的原因，啊，就是要对清朝皇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最直接、最深刻的啊一种精神打击。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啊，要以表明五人之愤怒啊，表明英国人、法国人对这事情很愤慨，是吧？以表明五人之愤怒，啊，那么他的最根本的目的。啊，就是在于什么呢？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打击行动，迫使清政府从此彻底的对外屈服，是吧？使中国啊逐渐的变成他的殖民地，啊，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目的。那么关于这种思想，我们再可以看一看，就是当时啊这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当中的一些言论，是吧？那么在1859年。英国的这个《每日电讯报》上，啊，他们这个讲了这么一个一段内容，啊，就是把他们这种企图要把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啊，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啊，那么在这个《每日电讯报》当中，他们讲了这么一段话，啊，说大不列颠，那当时就是指英国了，啊，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啊，把皇帝从皇宫里边赶走，啊，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衣官吏，啊，穿蟒衣就是清朝官吏啊，啊，穿着衣服啊，有这个有龙啊，有蟒啊，是吧？有什么麒麟呢，啊？是吧？要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是吧？敢于侮辱我们民族象征的穿蟒衣官吏，应该把他们，啊，这指的中国的清军的将领，应该把他们各个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是吧？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做他们的主人。啊，就是当时这个英国人，是吧？他们这个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火烧圆明园这样一个非常这个野蛮的一种行动，啊，
彻底的打击清政府，使清政府对外屈服。那么这是他们这个火烧圆明园的啊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可估量的一种物质文明或者文化文明的损失，而且开了一个野蛮报复的先例。那么这个先例啊是非常恶劣的。那么40年之后，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中，啊，西方列强当中啊，就有人提出来，要彻底焚毁清朝皇帝的啊这个先祖的这个陵寝，啊，要把清朝皇帝这个坟墓啊都要彻底焚毁。啊，那么这个说法和英军火烧圆明园这一事情啊，这个事情应该说它是有所关联的。啊，是通过焚毁圆明园，通过焚毁清朝皇帝的啊这种先祖的这陵寝，啊，以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是吧？那么1900年，啊，那么德国等国家强迫清政府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啊被杀而建立一个纪念碑，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克林德碑，那么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公园里边，对吧？但是又自改了，那么改成这个国墓了，改成这个保卫和平，是吧？那么这个克林德为克林德被杀建碑，那么这个事情和在这个1860年额尔金提出来要在天津建碑，是吧？要写上清政府怎么样去虐待战俘，啊，跟这个事情应该说它是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所以我说呢，这个英军火烧圆明园呢。那么为这个他们这个野蛮报复啊开了一个恶例，那么这是这个英军呢这个焚毁圆明园的他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那么下面一个接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既然大量的史料都无可辩驳的证明英军头子啊焚毁圆明园完全是为了对清朝皇帝进行精神上的打击，是吧？并且留下一个永远不能够磨灭的一个痕迹，是吧？让你清政府时时刻刻看到圆明园被焚毁了，是吧？让你时时刻刻啊都要对外国要小心翼翼，要彻底驯服啊。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是吧，没有把这个问题指出来，而是默认了、承认了啊？前面我们所讲的，是吧？掩盖罪证说，什么军事行动说，为什么默认了这种传统的观点？那么我个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啊，有多种原因。都有哪些原因？我个人认为啊大概是有这么四个原因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他是站在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这种正确的立场上，是吧？那么他呢主要的是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这种侵略罪行，那么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么但是他毕竟没有能够接触到英军焚毁圆明园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立场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啊。那么由于基于这个立场啊，是吧，那么他没有去过多的分析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啊，我认为是有一些学者，是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能够真正的去仔细的去研读、去分析相关的史料，是吧？存在着一些盲目的因袭他人的成说，就是别人怎么说啊，那么他也跟着怎么说啊，人云亦云，啊，自己对这个问题呢啊没有进行分析研究，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有些学者啊，就是批评了。就是英军焚毁圆明园呢是咸丰皇帝啊读书下策啊，那么有些学者呢是基于反清革命，是吧，从批评清政府的这种腐败无能这个角度，是吧，只注重对清政府的批评，而忽略了对帝国主义侵华的这种揭露啊，这也是导致他们认可前面这些观点的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这是第三个原因。那么第四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啊不愿意去面对一个问题，更没有办法解释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清政府毕竟是扣留了英法的义和代表，
毕竟是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议和代表还有一些战俘是虐待致死的，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释呢？是吧？没有理由去反驳英法对清政府的指责，英法指责清政府说你虐待战俘是违反国际法，不人道啊！我们跟国家的水下工作者去怎么去解释这问题啊？对吧？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那么因此就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回避的办法啊，或者说淡而化之啊，采取了一个软处理的办法啊，回避了这个问题啊。这些原因导致了我们国家的水下工作者啊，对于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是吧，做出了我前面所讲的这种不正确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史学的生命在于它的科学性，历史学它的生命力在哪儿呢？在于它的科学性，没有科学性它就没有生命力，是吧？正确的民族立场，正确的民族感情是必要的，正确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感情与研究历史的科学性它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那么我认为啊，清政府拘捕、扣押、虐待、杀害英法议和代表啊，那么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这种历史事实啊。无论是按照现在的国际法、现在的外交惯例，还是人道主义的原则，是吧？清政府来虐杀啊英法战俘或者英法议和代表，那么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从中应该引为教训啊，吸取这种经验教训啊，我们没有必要为清政府来回避这个问题啊。那么但是我认为什么呢？我们在评判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啊，他在评判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是非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啊，或者一个基本的啊一个这个着眼点啊。什么着眼点呢？就是在评判中国近代历史是非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当中去啊，不能够用现在人们的一些思维的方式、现在的一些理论啊原则去套用当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因为现在是100年之后和100年之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在评价原来啊，就是1860年是吧，中外之间这种冲突、这种矛盾是非的时候，一定要把问题回复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那么我认为啊，那么在评判英军焚毁圆明园它到底是还是非啊，在评判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把握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额尔金说因为英法的议和代表在圆明园被虐待致死，所以说他要火烧圆明园。那么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英法的议和代表他的战俘是不是被在圆明园虐待致死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火烧圆明园就有他的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那么第二个关键问题，清政府把英法战俘或者议和代表虐待致死和近代的国际公法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怎么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啊，这也是人们需要去讨论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在下次课呀将要分别去讨论啊。那么关于这个英军呢，这个焚毁圆明园的这个原因啊，英国方面他们怎么样去自供的，他们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啊，我只是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就先讲到这里。